人生的真相是这样的，我敢骂政府，骂世界，骂他妈的上帝，我毁播放族，我睥睨天下，但是我不敢骂楼上每个周末都在装修的邻居。而我喜欢人类，人类真的特别了不起，进化出了智力，但很多时候选择不用，很潇洒的物种。三，我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，没经历过什么挫折，我活得这么丧，基本上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力。四，他们有许多关于爱的道理，我有你。五，没有朋友多孤独啊，有了也一样。六，师傅，可我觉得淡泊名利很酷啊，你这是吃饱了。七，人生在世，你只要知道两件事。一，这世上绝对存在不需要读书也很聪明，不需要努力也过得很好，甚至不需要钱就能快乐的人。二，那个人绝对不是你。八，我没有初心，我的初心就是想躺着，千万别跟我说勿忘初心，我正奋斗呢，你却当场就躺下了。九，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幻觉，认为只要换换环境，自己的人生就会有起色。神，众生平等，不是说众生都有一样的价值，而是说众生都一样没有价值。十一，人要多脆弱，才会宣告自己热爱某一样东西。十二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可是我不想去罗马。十三，对于死去的人来说，死去的是我们。十四，抬头一片茫茫，想到我们看星星，看到的不是星星，是自己实力的极限。十五，人是活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